远方究竟有多远？想要暂别现实，却只能留在原地。跟随心之所向，探索前行，感受世界之大，感受由内而外的强韧力量。你会发现，没有到不了的远方，而远方是更好的自己。探索不停，随舟同行。PM PM Pour le monde, Pour le monde.